这个世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遗症。虽然医学上多数会将创伤后遗症套用在很大件事的创伤那里，但其实很轻微的事，譬如说搭粒夹亲的手指尾，都可以是一个心灵创伤来的。又或者就算件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只是看到新闻，在地球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，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就是件事的画面很深刻留在你的脑袋，无意中吸取人的 energy， 收埋在自己的潜意识，成为创伤的记忆。要疗愈创伤，可以试以下的方法，简单又有效。我们开始啦。你见到画面是一个海洋，海浪一下一下冲埋嚟，然后潮退，每一下海浪都好有威力，帮我们清洗灵魂。想象下，当海浪冲埋嚟嗰下，会掩盖所有负能量，身体的毒素、记忆，例如不开心、童年阴影、最近的阴影、不安的情绪，甚至乎在自己前世任何一条时间线的自己灵魂所经历的创伤，所有的污点，冲埋嚟的海浪会将它们全部浸住。而在潮退那下，就连带这些潜意识负面情绪全部冲走，我们望住不再需要的负能量冲出大海。另外想加强效果的话，可以请海洋天使帮手的，令个人更加集中精神去完成这个净化过程。海洋天使，请帮我集中精神，完成净化过程。多谢。我们会在这里停留五分钟，慢慢呼吸，清一清自己的情绪，跟他们说拜拜。请开始。
做得非常好啊！而家你感觉成身好干净。跟住我哋继续留意画面嘅海浪，一进一退。今次当每一个海浪冲埋嚟嗰阵，试下感受佢嘅威力啊！重新挞着我哋嘅灵魂，系新鲜、清洁、清新嘅力量，一下一下帮自己插电。我哋会喺度停留三分钟，慢慢呼吸，感受下。请开始。差唔多啦，多谢。平时去沙滩或者经过海边，不妨善用大自然海浪嘅威力啊，清洗心灵创伤。清洗完毕，记得讲多谢啊。